同样是让人印象深刻的照片，当田姐儿遇上感觉是冷冰冰又严肃的科技产业的时候，会擦出怎样的火花呢？科技业者从两岸的自家员工当中海选出六位女性员工来拍摄阅历，才推出一个礼拜就被抢购一空。来哟，加油，把这口归。两位 model 看着镜头微笑，动作有些神色，因为他们不是专业出身，而是科技业工程师。你是黄飞鸿吧？科技业者号召两岸一线工程师到后勤人员，将近700名员工选出六位田姐儿拍摄年度阅历。觉得好像我们现在当工程师，每天都只剩下工作。那我觉得一天有24小时，我们有1/3的时间已经在工作了。那就是我觉得上班跟下班以外的时间，就认真去做自己其他生活的事情。面对新挑战，田姐儿都全力以赴，展现职场以外最贴近自己生活的另一面。最难的就是要吃得很好看，因为平常比较随性一点，所以就会变成说，没有这么注重，就是人家怎么看我怎么吃。一向给人印象生硬死板的科技业，员工多半以男性居多。不过这次推出田姐儿阅历，不止销售一空，还打开知名度，打破外界对科技产业的刻板印象。联合报国政分新竹报道。